在公园啊小休息了一会儿，出来就是这个教堂。这边有很多人晒太阳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人在这晒太阳，在躺椅上。而那边还有一个女孩近乎裸体的在那晒太阳，我要录她一下她。然后这面的话呢，是一个，这个是什么通道我也不清楚，这可能是一个高速吧，啊，这边是个桥，啊，过桥就是老城。这条道我还从来没有走过，今天是第一次啊。我在华沙做了好多第一次，当然没有那个做爱的第一次啊，都是旅游的第一次。哎呀，这个大姐太屌了，就在我的相机的背后啊，就穿了个胸罩在那晒太阳。当然不止她一个，还有好多人啊。我看看能不能再捕捉到她，在这里看到了吗？哎呀，今天我是真累了，已经彻底的不行了。我刚才坐那个长椅上，好多那个虫子往我身上飞啊，我觉得他应该搞一搞这个杀虫剂，因为这个虫子太多了。那个大姐穿没穿底裤了不知道，录一下她。